各位朋友，礼拜三早上好，4月17号2024，跟大家报告一下啊，因为我除了讲之外，我有很多背景资料，我就放在我的 YouTube。 我昨天啊大概快要中午10点多就制作好了，然后上传这个 YouTube， 我真的不晓得怎么回事啊，传了到晚上12点多才传上啊。等一下我附在那边，这个也是让人很奇特啊，有时候转得很快啊，一个钟头左右就，因为我制作影片大概也有1-2个 GB 啊，可是昨天居然用这么慢的速度啊，我也是家里面也是网啊，就是怎么会有这种情形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种为什么上传会这么慢，还是因为我的里面放的太多东西，我又没付钱，不，我有付一个钱，就是说我 YouTube 可以付没有广告看电影啊什么，这边这个是有啊，好吧。言归正传，昨天川普的出庭，他的这个 hush money 啊，他的这个一夜情的不当应用这个选举的款项的啊，这个陪审团很难选啊，昨天才选的7个。因为只要任何人有风吹草动啊，就不合格。像有一个人曾经等于是跟帖啊，把他关起来就马上就删掉了。这美国的一个很奇特这个制度。不管怎么样，另外呢，他的股票啊，那时候不是还30多块，最高60-70块，现在22块左右啊，又损失多少？你可以看他这个股票的走势啊。就是很多人支持他吧，因为以他的营收跟这个会员啊什么的，根本都不值这么多钱。很早以前就有人说是8块左右啊，不过你看他还没有公开的时候，那时候也50-60块一股啊，所以很奇特这个事情。这个好，今天那个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女校长啊，也要来到国会参加那位空听会，就因为那个国会有权嘛。那位纽约州的女的众议员啊 ，Stephanie 很凶啊，上次找了3个女，都是女校长，我怎么都没有男校长啊？啊，我们觉得男的有没有受歧视？常春藤的啊，结果就搞掉2个，这个 UPenn 马上就找了哈佛抵挡了一注啊 ，MIT 还不错，他自己就是犹太人，所以没有下台。那这位女士啊，看她名字也是很奇特。我看起来也是有不是美国正统的这种情况，听说他准备了好几个礼拜啊，因为这种听证会就是讲错话干什么就受攻击，不过我相信他可能会安全过关啊。可是哥伦比亚啊，反这个以色列或者是支持加沙的那个比别人都要厉害，因为以前哈佛什么是有，可是哥伦比亚更自由，他们那个校区啊就在那个纽约市那个黑人区那个里面啊，所以里面非常热闹，所以我们不晓得结果如何。前几天就看到啊，特斯拉有一个很奇特的，我们新车我们当然也敲三下啊，没有什么这个东西可以要去维修的。他这边报道英国啊，维修特斯拉人员奇少啊，少了几千个，所以呢，他们只要碰撞啊，要排队排很久啊什么的。有些尤其是电池，假如你撞到那个电池啊，所以他们干脆就把它全部报销。这在欧美实际上也是现代社会这个消费现象啊，就是没有什么用就丢掉，没有像我们长大的时代啊，瓶瓶罐罐都留在那边，好像觉得可以怎么用啊，现在还保持这个习惯。可是你看年轻人什么事就丢，像我在外面吃饭，基本上我自己的原则，我叫了什么99%我是全部都弄掉。你看那年轻人吃了一半就不丢，因为不喜欢了嘛，啊，我们就勉为其难，觉得不能浪费。那这个车子呢，你看撞一点可以用，他就整个报销，可是反正有保险公司嘛，可是这就是大家的账啊，所以这个经济这回事啊，真的是我想最近40-50岁的还比较能接受了，像我们这个比这个还要年纪大的啊。当然有些人的个性也是一样，什么东西就丢，不是所有的人啊，不过大部分都比较节俭，所以你看特斯拉听说很多人都运到东欧啊什么，他们就把它装配啊，又很便宜的一部电车啊。不管怎么样，这是很奇特的现象。
前阵子不是中东伊朗打飞弹啊什么，大家都以为那时候油价跟这个黄金会大涨，实际上是没有哎。我看那个报道，我那天就想报道，两三天前，我今天把它画那个图表再附在那边，那一段时间它是跌了，所以跟你一般人想象，哎呀有战争啊，黄金大涨，不过后来会不会涨，那我就不晓得了，那只有这几天的价钱。南亚的国家很多都回教国家啦，都背个这个跟以色列有关的东西，像麦当娜啊什么的。最近他们的目标啊是化妆品。南亚不管正我前一阵子有报道嘛，他们很多医院怎么开斋节啦，很多人都希望把自己化妆的漂漂亮，女的男女都爱美啊，我觉得这是人的天性。然后呢他们要抵制这些有关的化妆品啊，只要你资助在以色列投资以色列厂牌。这个有时候就说我觉得好像这是武器啊，有些跟你不太一样的 bigger 你又觉得有点气愤，可是像这个假如你支持巴勒斯坦人，你觉得他们应该要动作嘛哈，就跟所有在外面的示威不示威也是一样，我觉得我们人微言轻啊，你不必那么激烈的维持自己的觉得他是人家就要听你的哈。美国再继续讨论要加强制裁伊朗，这个对我来讲有点发笑啊，因为伊朗已经制裁了多少年，他这个开国以来啊，美国就是开头还鼓动伊拉克去打他啊，这个198几年的时候大家都忘掉了，两伊战争啊死了不少人啊，那时候世界也没有什么关注，那时候美国支持胡森啊，所以胡森得寸进尺啊，还想并吞科威特，以为美国会支持他，结果被美国以这个正义之师把他打个稀巴烂啊，第一次还没有打完全打烂啊，那第二次就把那个小布希复仇啊什么的，哎，这个伊朗表怎么样？我觉得没什么效，因为他们也退出了核子啊，各种各样分崩离析啊，这个西方的阵容啊，所以没什么好忌惮的嘛，叫做死猪不怕开水烫啊。好，有那个这一次他们那个互射飞弹啊，这个大家的笑声是一个烟火秀，我觉得确实也是这样子啊。不过问题是网络上很多这些影片，法国电台很有意思，他们就分析啊，很多都是假的，以色列的公布的也有，伊朗公布的更多啊，因为伊朗就号称他们打得很厉害嘛啊，这个让他们民众欢欣鼓舞，到处烧火啊什么的，实际上就是打了，据说是有八枚九枚的打到地上啊，地上还有一些弹坑，那以色列的公布是只有三枚嘛，1%的话300多枚的话，不过据说还有很多根本就中途就掉下去啊什么，发射了400多枚啊，反正是再隔几十年你就会比较清楚了。加沙继续被攻击啊，有时候看到真的很讽刺啊，他是一天死了40个，可是我记得以前这200-300人啊，比以前少一点，可是也都是人啊，我们在外面看一个沉船，看一个火灾，死了5-6个，死了10个人，都是大肆报道，加沙一天要死的这么多人啊，这个比较以前已经少了，真的是让人哎难以接受啊，这个人怎么这样的。他们的和谈呢，一下子哈马斯说退出，一下子不退出，跌跌撞撞啊，不过只要以色列不要太凶啊，他就按兵不动，我们都不晓得他真的要不要进攻啊。据说很多北加沙人回去的路途啊，你看那个人潮真的是厉害，然后没有事就被以色列开枪扫射，无人机炸一下啊，说里面有哈马斯的，我觉得他们的那种恐惧真的是难以想象啊。好，乌克兰呢就被比下去，没有什么大消息啊，那个主要他们是缺乏援助啊，俄军可以进攻了，他们就一直放这个消息嘛，春暖花开的时候怎么样子啊，那俄国现在也改就是攻击他们的基础设施，以前好像不太打电厂，好几个电厂没打啊，这个乌克兰人民越来越难过啊，因为等于是我相信俄国也想解决嘛，你逼他谈判，以前还是说接收了让他们不要被破坏那么多，现在肆无忌惮啊，这个真是悲剧啊。好，中国呢当时被美国啊到处看到他被他制裁的消息啊，他这个国会小组啊，一个中国小组，他们指控中国
全球的安非他命中国是补助的，这个罪名啊非常恶劣严重啊，我相信以国家之力做这个是很糟糕，他就要把中国妖魔化了。那中国当然反，就说是你们自己有需求，你们别人他有原料，这是确实的，可是问题是人家怎么制作合成呢、啊、他管不着嘛，那大家都逼他要管，那变成这是一个罪名啊。那我也不晓得这是不是跟以前鸦片是不是有真有这个情形，不过有几件事我们都知道嘛，共产党在延安的时候有中国鸦片，然后金三角啦，这个缅甸各种地方，阿富汗有些人缺钱的时候都要种这种走这种偏锋啊，那现在中共不缺这个钱嘛，所以这个理由不太大、啊、我觉得是我的意见是这样子。好，美国那个戴奇啊，华裔的、啊、他也是没什么建树啊，那时候大家都欢欣鼓舞啊，说他什么戴笠的女儿啊，就胡扯一段。他最近唯一的公布了一个说这个3000亿的进口货物啊，他们已经快要完成审核了，因为这要决定有没有倾销啊，有没有要加税啊，这方面倒是很重要啊。中美的国防部长首度啊举行一连来举行视讯会议，我觉得这是必要的啦，因为这军队美国的海军船啊什么，中国也在那边，真的擦枪走火就不得了的事情啊。德国总理结束访华啊，他在这个肖兹本来就是比较拘谨的人嘛，所以很多描述啊，因为他也是内外压力嘛，他又听美国的，对中国有很多不假颜色，对欲不欲从，可是他的民间，他的整个的企业界跟去了十几个人，人家笑声是他有点被逼的啊，不是他主动，人家政府他那几个反对跟中国更友好的都没有来啊，他带的是几个这个企业界大佬，他们在中国都很多投资嘛，而且我听说啊，德国人车子在外面都是70%-80%的出口，什么中国现在只有15%，用这个方式来帮中国辩护啊，我觉得是蛮有理由的，大家都只是想请销请销，在外面大家都知道日本车跟德国车是更厉害的，人家没有讲中国稍微好一点的就被这样子的名头啊。不过呢，德国还有一个消息，他一个反对党的一个议员领袖也带着一堆不是执政的人访问中国，而且他讲说我们德国的经济政策不能由政府说着算，要我们民间，所以你可以知道德国民间啊非常珍惜跟中国的关系，中国的投资，中国的利益，那个牵扯太大，所以让他们割舍，他们舍不得啊。你看政府也访问，反对党也访问，也表示对中国友好，你知道这个大势所趋啊，德国上。不过德国也有意思啊，他们的情治单位破获一个犯罪集团伪造文书啦、啊、作假，帮忙300多个华人移民到德国，不晓得是入籍啊或至少有居住权嘛。实际上在美国我们这个是比比皆是啊，这个有要申请入籍的，讲那一点的，没有什么人不会去夸张一下就照一照的啊。德国不管怎么样，他们是有一个当时德国本地人嘛，里面当然一定有华裔，会牵涉杀手的生意有人做啊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当然对中国的名声不太好，那当然也反对党人，按看我们都想办法要走线啊，他们这种算是花钱啊什么的啊，不过有钱人嘛总是希望这个更安定的地方。然后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，阿联酋有一个 G12 是一个 AI 的一个公司啊，是阿拉伯投资的，就是阿布扎比那一带啊，他们呢我看的时候就是他接受了微软的15亿的补助啊，就是不用华为的设施，然后他那个新闻登的一个我以为是刘德华的，长得很帅一个男的啊，仔细看哦，原来他的执行长叫肖鹏，一个华裔啊，一看肖鹏应该是华裔，不然就韩裔嘛，可是居然 Google 不知道他什么资料。我倒是知道这个 G42 啊，他以前去年就接受美国很多调查，美国给他很多压力，然后呢他以前在中国也有投资大概，所以他去年就已经年初这个肖鹏就说要结束在中国业务，他就要投到欧美的怀抱，他的主要事业是在这方面，所以他中国就不做了啊。可是我就想说这个人是哪边呢，找不到他资历啊，
外面啊风言风语啊，他说中共高官的私生子，那个高官我也不讲了，那时候想那个人也年纪很大了，人生了一个这么帅的小孩啊，也是在某方面有功啊，然后说他夏威夷大学的，可是夏威夷之前都没有，我没有听他讲话，假如听他讲英文啊，这不过也许英文也很流利了，所以很迷的一个人啊，像很多这个华裔的，当然一定是北大清华，不然台湾的大学啊什么的，结果这位就是没名没姓的冒出来一个，那个这家其实很大的公司啊，将来跟那个英伟达一样，搞不好是非常成功的啊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他跟中国切割了啊，投入到欧美的怀抱，这个也当然也是无可厚非嘛，这个做生意要看各种利益啊。好，前几天就看一个很奇怪的奖啊，叫 Breakthrough Prize 啊，叫做突破奖，他们的公称它是科学界的奥斯卡啊、我当然也很有兴趣啊，他一个得奖人300万啊，也不少啊，比跟这个诺贝尔差不多，不过呢他里面都是名人，左右派名人啊，那个马斯克都参加啊，在比华迪山，原来他是有一位以前的俄国苏联人啊，他的富豪奥利卡，他后来入籍以色列犹太人设立的一个捐赠，而且呢脸书的 Zuckerberg 他的夫妻两个都捐助啊，成立这个奖项，那有三个奖啊，里面最重要是有数学奖，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数学很厉害啊，数学没有诺贝尔奖嘛，大家然后这个 Breakthrough 很有意思，这个名字啊我是情有独钟，因为我儿子很喜欢这个名字，他帮忙人家训练小孩都是以 Breakthrough 这个著称，我想哎呦这个2012跟这个 很有相同的感觉啊。好，最后讲一个八卦啦，洛杉矶啊，我们养狗的人特别注意，有时候到外面咬了人啊干什么，我有一次啊牵狗早上我们走路嘛，中间有一个老美的咖啡馆，我把狗放在他前面栏杆啊，我要进去，里面威特就说哎不行放那边，他说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我们就没有进去，因为找不到别的地方把狗给拴起来啊，那狗咬人是很麻烦的，当然就看被咬的人是怎么样，还有就是狗咬狗，有个富豪在 Brentwood 啊，就是 OJ Simpson 以前住的西边的很有钱的区域，有一个可以放狗去跑啊，他带着一只狗去那边，他有个邻居30多岁瑞典的移民啊，应该是没有看他照片，这个老先生大概有60-70岁了，75岁，他的狗来放，然后呢就大概跟这个狗有点冲突，怎么样子的，后来这个女的跟他一到健身房，这个女的是住在公寓，这个男的是住一个豪宅，很强烈对比，可是他们还是交往算是朋友啊，然后在镜里面他就有一天就跟他讲说他是那天被他的狗啊什么的，就2022年的时候，然后就开始他就跟他很多 text， 就是说有几个路啊，你要我告你的话你这个狗可能就要去安乐死啦，然后第二条路你给我85000也没有多少，可是你知道这个富豪是做生物的医学家啊，这个医生大概也很节省，他觉得被人家诈欺啦，我们这个最多10000块，本来是10000块准备和解，曲曲折折现在两个人居然打起官司，这个富豪还反告他25万的别种的费用啊，所以当你看这个消息啊，就等于是不是诈欺还是真的有这个需要，当这个他的狗啊，当也偶尔跟别的狗有冲突，他以前这个女的后来找了很多被他狗给侵犯过的，以前有个人养了一只狗被他咬过，那个看了1000块，那个男的就很好，他说因为这位富豪他当然也不知道富豪道歉了，也没向他去告他，不过这次这个女的挖出来了之后呢，把他当作说他狗常常攻击啊这样子的，那这个富豪后来知道了，就这1000块当然就给他，就说也有人不告也有人告，这个女的一告啊，让自己的生活变成这么 miserable， 我觉得何必呢，不过应该是变成有名了嘛，啊，他找个律师，我只是好奇他长得什么样，他35-36岁吧啊，这年轻人就喜欢用这种方式，不过因为富豪就坚持说他没有咬到人嘛，他是咬狗是有，他没有咬人，所以这是很离奇古怪的案件，就这样子，大家愉快的星期三，拜拜。